现在为什么会用这个 QR code， 然后什么请勿触碰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太多的好朋友会关心啊，我们一再的重复解释，好像也蛮累的。那既然活在这个进步的时代，我在想，我们要善用科技，那也不失一种幽默，是然后来去回应人家的关心，就这样。是，你这是算第一个呢哈。对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啊，会不会最里面有放导航器啊？未来也那个也装看看啦，让大家知道我在哪里。对，定位系统，定位系统。今天晚上圆明台。OK， 好。